掌厨。原料：腊肉260克，泥鳅200克，豆豉10克，姜片、葱段各少许，干辣椒适量。调料：盐2克，料酒3毫升，生抽3毫升，胡椒粉少许，食用油适量。做法：将腊肉去皮。切成片，锅中注适量清水烧开，放入泥鳅，汆至断生。制作指导：泥鳅放入沸水锅中，汆煮至断生，可以去除泥鳅表面的粘液和杂质。把泥鳅捞出，沥干水分，取一碗，加入腊肉，再放上泥鳅。用油起锅，放入豆豉、干辣椒、姜片、葱段爆香，淋入料酒，加生抽，倒入适量清水，再放盐、胡椒粉煮沸，盛出放在泥鳅上。营养分析：泥鳅含有蛋白质以及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，具有补中益气、益肾助阳等作用。蒸锅注水烧开，放入食材，盖上盖，大火蒸8分钟。揭盖，取出蒸好的腊肉和泥鳅，扣在盘子里即可。看视频，学做菜，欢迎订阅掌厨。感谢你的点赞、评论、留言与分享。